近日，李宇春在社交平台发文纪念出道15周年，他写道：来北京一转眼15年了，如愿拥抱音乐，飞成了常旅客，体重上涨了几斤，着装也增添了些时尚的色彩，搬过几次住处，整理更替过不少旧物件，不过衣橱里心里总有些东西是久久藏留着的，简单温热，冒着兴头，不必精致。文末他表白粉丝道：只愿我也爱你们如初，如你爱我。当天李宇春还穿着当年参赛的衣服在机场露面，让粉丝直呼太感动。随后张靓颖也发文纪念出道15周年，她表示：15年，从第一次站上舞台到现在，我数不清多少次了，唱久了，欢呼有了，套路也有了，原本想借新说唱的公演舞台来一次 real 的表达，结果忘词了，失误没有理由，但的确有遗憾。据悉，李宇春和张靓颖均是2005年超级女声选手，李宇春以第一名的成绩出道，张靓颖以第三名的成绩出道。喜欢就订阅呗。